完全没有运气。太神奇了！真的没有作弊，真的没有。摄影师可以帮我上字幕吗？这个是刚刚一般的，这个是我们 SL 的包包的。对。好，我们先做挤压的动作看看。对，好，好，它其实已经变形了嘛，有点变形了。对，这就是一般房间你可能在减压的效果没有这么好，然后会让你的肩膀啊或者你的腰部非常的疼痛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拿到我们的包包来，一样里面原本都没东西。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这次的效果你看到完全没有变形了。好像 OK， 光这边就已经没有变形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飞上去的感觉，好，飞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保特瓶，一样都是没有挤压的痕迹的。好，那我来放上去了。好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好 OK， 好，我一样放手。是不是完全没有变形？等一下，太神奇了吧！太神奇，真的没有作弊，真的没有。这瓶子真的是刚刚捡来的。啊，完全！我这样肩膀跟我的腰部非常非常的舒适，完全对，没有那种很重的感觉。啊，各位乡亲，是不是？没有痕迹耶，没有那个压痕哎，对比一下刚刚的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减压的一个效果。哇，这个真的是透过我们的实验，然后来证明这个减压背带是真实的有效。哇，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专利。